那这个出海回来的时候都是怎样？都很脏，有石头，有螃蟹，有毛毛虫，有垃圾。一不小心都要被偷到。对呀、啊，又在流血。清这个一个要多久？快的40分钟。一盘。嗯。这样清一个可以赚多少钱？60块。澎湖工作的机会本来就少。嗯，不好找啊。母啊，寒人，出来啉一下汤，可费遐济。我拢闻到紫菜的香味的。有新鲜的药，他的药，吃血糖肝，还有鼻喉科的、啊，他的喉癌的，喉癌的，哎，我先生是喉癌。很冷啊！冷啊，冷到鼻子快掉下来了，太冷了，都快被风吹走了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穿外套了？我里面有穿，还好。哦，在里面坐。我们家。不用疼了。哎，不用脱了。哎，对呀，哎，阿嬷的身体这种嘛，就好呀。85了哈。我觉得哈，你的气色跟前几次的气色差好多。现在觉得说红润红润的都很棒。对，是啊，其实都不可能。睡眠了，睡眠。生活、饮食、起居归为正常，对不对？那身体就好起来了。那我觉得他们这一个家庭真的都很棒，哎呀，特别是太太，任劳任怨，是女性的模范。我走进去，自己学会了很多，学会了很多，真的是让我学会了很多。是啊，我愿意帮助人家。你这样也这样很棒。真的，我走进慈济，慈济真的带我带来给我很大的启示，也走到了大医院，不像我们这里看到那么多，哎呦，还有人比我们更那个，我要坚强，我要把我先生顾好，我把我的一份心再去奉献给人家，这样子。白色的就是，这些满的我把它移开了。快快乐乐的，我要到金丝堂了，我要到王宝站了，不会远呢，不觉得远，心情很快乐，嗯，可以付出一点心力啊，不会远。我们陪他走心境，但是他未来的路是陪着他的家人一起走，因为看到他们的整个人的一个单纯。那又愿意付出，你也知道来这边几天有一些东北季风，有没有？他们来这边就是过了几十年的东北季风。